你有什么事？哎，怎么这个菜都被鸡吃成这样了？袁嫂，你扛柴啊？啊。你不是在坐月子吗？我都坐月子了，小铲子坐一个星期。这些我就不懂了，你心里高肺厚，你就别干重活了嘛。这个柴又没有多重，在农村哪有那么矫情啊？好吧。嗯。哎，等我先接个电话。喂吗？什么？我姐又要结婚啦？哦，好好好，我们会准备的。哦，那挂了。袁嫂，你姐结婚是哪一天呀？下个星期六。哎，小三小婉去哪里了？她在门口。哎，我去找她商量点事。好。小刚，你在这里烤火呀？嗯，我的火都烤灭了。哎，这个火烤着不能气。你有什么事？你踩那个火干嘛？你踩它，它就会燃了吗？我姐要结婚了，我来跟你商量点事。结婚就结婚啊，你跟我商量什么事啊？你自己看我办就行。她是我亲姐，我们肯定要准备一点东西送给她。到时候我找点钱给你，你自己去就好了，这有什么可商量的？我姐结婚，难道你不去吗？我就不去了，你看一切，大姐、二姐、三姐、四姐，一个说一句，我都受不了。他们又不会说你什么。他们说我没出息啊，你看他们开了一开小车，开了一开轿车，我摩托车都没有一个，我才不去。他们也不会有他们的，你不去让我家人怎么看你啊？他们说你还不是需要你有点上进心。上进心，我才没有那么伟大，我一个小学文凭，我只要能解决一家人小的温饱，我就感觉我很厉害了。你这个脸怎么了？刚刚扛柴不小心刮的。身体刚刚恢复，扛什么柴？然后怎么送你呢？你做饭吃了，我带孩子去玩一会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香。这段时间呢，真的挺一言难尽的。我跟小港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从来没有图过他什么，没想到他会这么绝情。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为了能有个家的模样，每天勤勤恳恳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。如今呢，娘家也回不去了，我妈又叫我为了孩子回去吧。现在呢，也很徘徊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小双，我听姨外婆说表嫂跟小东吵架，他离家出走了。啊，他们感情那么好，应该不会吵架啊。你打电话问问吧，看看在哪里。嗯，行。喂喂，表嫂，你在干嘛？没干嘛呀。你是不是跟小董吵架了？没有啊，这两天在家太无聊了，出来到处走走。哦，表嫂说他在家真的太无聊了，出去到处走走。别才性格你不清楚，我听了一切都不对，要不你叫他回家看看吧。行，表嫂，我一个人在家挺无聊的，要不你来我家找我玩吧。这不方便吧？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一个人在家。嗯，那行，我等会过来。表嫂说他一会儿过来。好，我家那边还有事情，小生我就先过去了。行。咦，好像就是这里了。他家的房子还挺大的嘛。哎，表嫂你过来了，这里。哦，表嫂，你是不是跟小王吵架了呀？就拌了两句嘴，过两年就好了，别担心。嗯，那就好，多为孩子考虑考虑。这些我都知道的，不提了。哎，你家这沙发买的多少钱啊？坐着还挺舒服的。我也不知道我爸他们的。我也好想买一个啊，干活累的时候躺着休息挺舒服的。这也不错，去买一个嘛。那也不知道贵不贵啊，也怕我回去被老鼠咬坏了。也是，上次去你家的时候看见一只大老鼠，吓我好一会儿呢。以前我跟小冉去他家的时候，看着老鼠也挺害怕的，现在看多了也习惯了。表嫂，其实我挺佩服你的，什么都会。都是为了生活嘛，你帮我睡一下大宝啊，这两天我都没休息好，我可以躺在这里休息吗？可以啊，跟自己家一样，不用太拘束的。好。爱恨交错不停的轮回。哎，这么快就睡着了？二十二点。
十多岁带着两个孩子也不容易，曾是科学校的好要求的妈妈。你尝受的先苦后甜，我苦了这么多年，我就想带你们出去尝点甜。我太累了。小嘎，我这次真没想到你能带我去这么远的地方玩，真是谢谢你啊。谢我干嘛？看这几年你天天在家就知道干农活，我也是怕你被这个社会淘汰了，所以才带你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我的心，不对呀。什么不对啊？怎么了？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带我们出去玩呀？老婆生病的时候，钱都是我给我姐他们借的。哎呀，其实我是把我们那个稻谷还有那个玉米都卖了，本来想着拿着去给亚伯，谁知道你给你姐他们借到了。你知道我们这一年到头的在那里多辛苦吗？也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把它卖了，你怎么一点也还不成熟呀？看我干嘛？我哪里不成熟了？我这不是带你们出去玩了吗？早知道这样，我宁愿不去，把钱拿还给我姐也好呀。你这样，我们日子怎么过呀？你尝受的辛苦后甜，我们苦了这么多年，我就想带你们出去尝点甜，我有错吗？好吧，但是我支持你请。